2004年春天，一台来自中国云南省的演出，在首都北京文化艺术界引发了一场地震。在演出过程中，有人做了一个统计，观众一共响起52次掌声，平均每2分钟一次。谢幕时的掌声则长达12分钟。非但如此，许多观众因为受感动而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眼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台演出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放下了手中挖地的锄头和放牛的鞭子，带着手上的老茧直接就走到了舞台上。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上过一节艺术学校的舞蹈课，不知道什么叫做形体训练，什么叫做肢体语言。这台演出的名字叫做云南映像。中国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是这台演出的投资人、总编导和领衔主演。原生态会不会是你的一个包装呢？按我们的理解，生活中间你可能到村里去，到寨里去，你采风所看到那些才是原生态，上了舞台可能就不叫原生态了。不，舞蹈它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人们习惯了去界定一个啊，这个是舞蹈，这个不是舞蹈。在我们民族人眼里，舞蹈无处不在。你插秧的动作也是舞蹈，你反线也是舞蹈。我觉得就是舞蹈，你推木，躲避树枝啊，很多很多都是舞蹈，只是我们太习惯于去要去找看那个就是是舞蹈的舞蹈。但是如果说搬在舞台上没有你后来的那些编排，它还会有这么吸引人吗？我觉得如果换一个人做可能会很难，因为首先他没有那个能力去传承这种东西，我自认为自己有这个品味和这个眼光来整合这种，因为我太对他太有感情了。事情还要从一个名叫田丰的人讲起。1993年，中国著名作曲家田丰为了保护云南濒临失传的民族音乐歌舞，不惜抛家舍业，在云南昆明创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由于办学经费只能依靠四处化缘和社会赞助，在苦苦支撑了4年之后，
这所学校宣告解散。不久之后，田丰本人也因为生病离开了人世。这件事情对杨丽萍的刺激很大，她想能不能换个思路，把田丰没有做完的这件事长期地做下去。最有艺术价值的东西，按理说也应该是最有经济价值的东西，能不能把这些东西从田野里搬到舞台上，用商业演出的方式让这些被保护的文化项目自身具备造血功能，靠自身的价值来保护自己，发展自己呢？为了寻找答案，杨丽萍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走遍了云南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觉得要把这种民族的歌舞完全的、系统的去勘察一遍。那么我下去以后，我就产生了一种忧虑。因为我看到像绿村神鼓这种就是几十套的打法，然后只有一两个老太太会打。那么就说这一两个老太太要是死去了，就等于把这种几十套的这种鼓打的鼓就要带进坟墓。那我民族歌舞如果长时间的没有人去整理，没有人去把它系统的把它，特别是有一个这种舞台的这个场地把它表演出来，我觉得特别可惜。这锈迹斑斑的铁皮大鼓几乎闲置，往日的风采消失殆尽，偶尔会有几个老人带着孩子消磨时间般的敲一下，这对杨丽萍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她将对云南歌舞的热爱全部付诸行动，她的创作对云南少数民族歌舞可以说是抢救性的。即将被世人遗忘的厚重的民间歌舞艺术，在杨丽萍的脑海中沉淀着。开车。妈妈，昨天我来读上课，娘来不听要你走。锅盖真叫什么头？你画中了噻！我看，你个像个跳舞。不昆明。不看。不看。如同游走于天地间的精灵，杨丽萍在不起眼的角落发现着闪光点。丰富的民间文化影响着这个图腾般的舞蹈家，采风、回味、汲取、思考，一场具有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力的舞蹈作品在杨丽萍的手中渐渐成型。我们叫原生态嘛，原生态歌舞。原生态，这是杨丽萍为她的作品定下的调子。也正是因为这三个在都市人眼里显得陌生的字眼，让杨丽萍坚决而大胆地将选拔演员的范围
锁定在了滇山村寨的农民。用云南民间的俗话说，这些从田间地头招来的演员，他们从小会走路就会跳舞，会说话就会唱歌，他们与生俱来的才华是从父母和族人那里学会的。因为他们站在这个舞台，所以云南厚重的乡土文化才得以淋漓地展现，而他们舞蹈时的狂欢状态恰是云南少数民族歌舞之魂的最好诠释。绿城神鼓，他们是从盘古开天地，就是那个时候混沌的时候就开始打鼓，打一下天就亮了，太阳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云南印象开场的时候就是一个那种混沌状态的时候，一个那种象征这种神一样的一个男人，站在一个巨大的锣上面转过来，然后他敲击这个锣的时候，然后天就亮了，太阳就升起来了，然后呢接着又是月亮，然后他们相信日月是阴阳的一个结合。云南映像带给观众的感动，恰是杨丽萍采风中的一次次难忘经历组成的。每一段舞蹈都是一个场景，每一场节目都是一个故事。云南映像中的女儿国，杨丽萍第一次唱出了自己的心声，一个热爱舞蹈的女人，歇不得。我在那个采风的时候，我就遇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他让我哭了。就是我看到那天是黄昏，黄昏的时候，夕阳西下啊，我看到一个巨大的三梁山，一个弱小的影子，像蚂蚁大的那个影子，在挖地。我仔细看了，是在挖地，然后背上还背着孩子。当时我就感慨万千呐，我当时就掉眼泪。云南印象里边。第一次听到杨丽萍唱歌了，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其实不是唱了，它是吟诵，我觉得是一种诉说。太阳谢谢吗？谢的呢，是吧？月亮谢谢吗？谢的呢。女人谢谢吗？谢不得。女人谢下来吗？和他。会洗掉呢。杨丽萍没有把云南民间世代传承的音乐歌舞看成是连一根汗毛也不能动的出土文物，只能放在博物馆里。他用自己的情感、世界的眼光、现代的观念，将这些音乐歌舞浓缩、精炼、升华，求真而不即便，原始但充满生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组合。
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概括杨丽萍的原生态，那就应该是真了。无论舞蹈还是演员，都是绝对真实的原生态，真的从民间得来，真的是在舞台上展示他们真实的生活。服装、道具，杨丽萍都严格的保真。演员就真的带着他们的嫁衣来到了云南映像的排练场。一个真字在这里代表着绝对的原生态。比如说要绣这么一套，那得要好几年，好一点的嫁妆就得五六年，它都是一块一小块一小块的。比如说光光这一点，它这里是一小块，然后这个又是一小块，这一二三三块斗起来的，那这个后面尾巴它就更复杂了。你看多少块啊？比如说这些有些图案是它有那个象征意义的，这个是火，因为那个我们彝族它有一个火把节，七月份的时候，它彝族人民都象征的火，所以这一排是火。比如说每个村子的小伙子来请我们这个村的小姑娘去他们那里玩了什么，那个也是姑娘就穿他们最漂亮的服装去。就是说约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都穿这个。这个围带哪个小姑娘看上哪个伙子了，然后她绣这么一块给他表示她的心意，然后说明她已经喜欢上他了。云南印象那个花样歌舞，她就是把这个整套八样服装怎么现在我们怎么穿，就把它原原本本的弄到舞台上，一点都没有改变，包括这个怎么穿怎么弄，然后这个帽子都没有改变，就这样搬到舞台上去了。为什么要用非专业的演员、受过训练的演员打靶？状态不一样，哎，就是因为这些舞蹈是出自于他们的手，是他们创造的。我心里现在我仍然不相信这个数字的真实性。哪个数字？说75%都是非专业演员。是啊。非专业到什么程度呢？业余到什么程度呢？你不能说他叫非专业，因为我没有什么这一个名字给他，所以叫他非专业。其实他很专业啊。我们经常看到那种景象，就是两岁的小孩就已经跟着大人后面开始跳舞了。这种情况你可以在农村里经常看到的啊，他就已经学舞蹈了，他学的时间比那个专业的人长。对原生态演员来说，唱歌跳舞和吃饭、睡觉、背柴、放牛一样，唱歌跳舞与生俱来，就是他们生活的一种需要，是他们生存的一种自然状态。他们唱的歌曲，音乐学院的乐谱记不下来，他们跳的舞蹈，舞蹈学院的舞谱画不出来。这些农家儿女用生命唱歌，用心灵跳舞，不矫情，不做作，充满自然的山林野气。
这让音乐大师听了都要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曲调，在云南映像舞台上曾经打动过无数国内外的观众。这天籁般的歌声流淌于花妖仪演员的血液，响彻云南映像的舞台，可以触动人类灵魂的旋律促成了三宝的加盟。觉得三宝的音乐吧特别感性，特别有那种就是一种情感和一种戏剧性。因为这台歌舞呢，它表现了很多人们对日月、对大自然、对很多这样的这个精神上的一种向往吧。它需要一种戏剧性的效果，一种戏剧性的情绪。然后我觉得三宝的音乐里就具有这种因素。他说他找过很多作曲做音乐的也好啊，他觉得这些人对舞蹈音乐都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时我就给三宝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特别的谨慎，然后只是说有一个东西我现在正在搞，看你有没有兴趣，他也没说的那么具体。然后三宝就说什么样的东西啊？我说你这样吧，你先到昆明来看一下。算是边来看呢，边来玩一玩或者怎么样，休息休息什么什么。他总觉得我特别忙啊。如果你觉得这台东西你喜欢，哎，那你就写，反正不能勉强嘛。我呢，当时也没有他说完这话，我也没觉得这个事儿有多么有意思，因为我也没有概念。然后三宝就飞到昆明来了，专程飞到昆明。我到了昆明以后的，我记得就是当天就去了他的这个排练的现场。然后我记得当时的在那个排练室，就是一个很简陋的排练室，刚刚是土建完成，没有任何的装修，然后就去了他那个排练厅。当时我坐在那儿，我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然后他说好吧，那就开始吧。给他表演的第一个作品就是那个花妖。当时我的概念没有觉得他们是演员，就是一帮小孩儿，一帮农村的小孩儿。当花妖，花妖的这些女孩子一下子把海菜腔唱出来的时候，出来的第一声，当时我就怎么说，就是起了一个特别大的生理反应，因为我听音乐都。让我有感触的音乐都会起生理反应，所谓的生理反应就是可能会，我自己没真正看啊，我觉得是浑身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他是被打动了，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他要做的事情。这个音乐他放前面一段，然后中间呢他有一段卡掉了，他用他那个电子乐队的，然后我告诉你从那个又开始。面具的那个是吗？对，其实现在就是咱这录像，先你按那个音乐调，调完之后，然后我音乐再给你在画面重新对，这个音乐肯定是不能用。现在他们也不知道。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中间那段打击还是用那个是吧？那就干脆那还是用老的得了，因为你后面好像还有点不一样，你再往下听啊。一个为舞蹈而生的精灵和一个大师级的作曲家，这可以被称作是强强联手吧。
云南映像从创作之初到打造成功，如初生的小草般经历了太多的骄阳暴晒，亦或是风雨洗礼，但最终这原始之美在众人的呵护下大放异彩，而杨丽萍也因为云南映像成了原生态三个字的代名词。很多人的印象里，云南非常的神秘，这就好像一块面纱始终垂在人们的面前。不知道这次云南印象到北京来，会不会帮助人们揭开这块面纱？而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就在这个时间，从昆明开往北京的62次列车上，就坐着一群以往被人们认为非常神秘的少数民族。他们是云南印象的演员，当然也是云南民族文化的使者。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将到达北京。2004年春天，云南印象进京演出，绝大多数演员都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到北京。首都的观众会对这台演出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谁的心里都没底。执着的一直都没改变的一个，就是我比较喜欢我们民族的这种文化嘛。然后，
在我们那种跳伞嘛，就是头托着那种彩帕嘛，并唱并跳那种，一直抬到那个桌上。我特别喜欢杨老师，也特别的喜欢这些老师。又不是姚老师嘛，又搞云南映像，我也不会有今天。这么，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在我们村寨里。你的这么两个，也是我还是一个吹战声，可能跟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一个老多人一样，我在农村在干活，每天都。1991年。天安门广场位于北京市中心长街的中段，面积44万平。过来吗？13陵白云观、雍和宫、地坛法务院、军事博物馆、首都。云南映像在北京演出的轰动效应已经远远超出了歌舞的范围，它引起了文化产业发展、文艺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大讨论、大思考。它首创的原生态提法在文艺界、学术界引发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所有这些当时被各大媒体称之为云南现象。只要面对媒体，杨丽萍总要反复强调，她费尽移山心力打造的云南映像不仅仅只属于她一个人。云南映像和俄罗斯的芭蕾舞、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西班牙的弗兰门戈舞、美国百老汇的音乐剧一样，是云南文化的名牌产品，是每一个云南人的骄傲。它会让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对来自中国云南的民族文化肃然起敬。感觉这个原生态里的艺术太美了。确实，我没有想到这个云南的歌舞会有这么大的震撼力。非常精彩，非常震撼。它这个整体的表演非常出乎我意料，非常有民族性。我看着有的时候都情不自禁的在流泪。它好在哪？为什么好？我不懂，但是我就特别特别的被它感动。我买了一个580的票，而且买了3张。确实是，感受到了云南，感受到了艺术，感受到了某种精神，感受到了魅力。我刚才跟孙总说呢，我说明天晚上如果有票的话，你帮我想办法，我接着买。非常喜欢杨丽萍老师的这个舞蹈，因为我在外地没有这种机会，这次出差到大连，我到北京，好像碰上这个机会，票没有了，只好买高价票了。完了以后，我买完了，看了2场之后呢，完了我又买了明天的高价票，让我的夫人从大连特地坐火车过来，明天早上下火车，中午来看。Do you like it too? Oh, it's very interesting. I enjoyed it very much.
like my culture in Africa. Yes, I saw similar clothes and dance. I haven't really seen that much. I've seen some presentations of the dances, but this was filled with a lot of energy. This was well danced. Of dancing and the music, I think it will change the idea of Chinese artists, especially in the youth performance. Young people doing their best to reach the globalized. 2004年，云南映像在中国专业舞蹈最高奖项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比赛中，赢得了十项大奖中的五项。这也是我们好奇的地方。嗯。一群专业的、非专业的演员。嗯。一群专业、最专业的评委。嗯。把最专业的奖项给了一帮非专业的演员。对。开始人们都不习惯，但是他们会被感动，嗯，然后会认真的去思考。那从你的眼光来看，您觉得就是观众真正喜欢云南印象的理由是什么？这些舞蹈歌舞是人的一种智慧的创造，它是从生活里提炼的，从生活里来源的。人们对这种真诚的东西是认同的，一旦他在某一个这个地方突然看到这东西，突然感受到这东西，他就会被打动啊。他就哦，原来这东西是久违了，只是我们丢掉了，现在我们找回来了。云南映像香格里拉原生态大型歌舞集，2005年11月参加美国百老汇戏剧季演出大获成功，美国三大电视网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大幅报道。美国政府官员宣布首演当天为香格里拉日，每场演出结束时观众起立鼓掌长达10分钟。随后香格里拉签约 William Morris、 Clear Channel 和 Stage 等欧美最大的演出经纪公司，彻底打开世界主流商演渠道，将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巡演6年，超过2000场次，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经典案例。云南映像的演员们可能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今生今世会跟着杨丽萍老师从自己家乡的小山村走到昆明，走到北京，走遍全中国，走到日本、巴西、美国、阿根廷，走向全世界。试图要告诉人们，就是他是有人是有另外一双眼睛的，我们不能用正常的人的眼睛去看待很多事情。那艺术也是这样，它是需要我们这种舞者去开创另外一道门，去打开另外一扇门。也许这个打开这扇门不一定是代表成功，代表一种就是对和错哈，它至少是我们有这个勇敢的心去打开另外一扇门。